一起齐声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们恭请师尊带领我们大家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今晚的同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吉师姐。欢迎真佛波业藏执行长周慧芳律师。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请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我是印尼来的苏丽萍。我蔡美丽。感恩师尊恰恰我这一周的行程可以顺利的来到西雅图，我觉得很感激，感恩师尊，感恩师母。哇，好厉害哦，中文在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好了。印尼的同学有谷歌的小抄啊，很用心很用心啊。Hello, my name is Anthony. I'm from Indonesia. I'm a student at UDAP. Hi everyone, I'm Alisa. I'm from Indonesia as well, and I'm a student from UDAP. I'm Cherise, and I'm from Indonesia as well, and I'm a student from UDAP. Welcome. Hello, I'm Sadie. I'm a student at UDAP, but I used to live in Singapore.Welcome. Hello. I'm Jane. I'm a student at UW and I used to live in Dover, New Hampshire. Welcome. 龙边还有吗？龙边没有是吗？那虎边这边呢？虎边这边很久没有来的。好 ，microphone。已经有了。阿弥陀佛。我是英国来的，莲花红慧仙。英国同门欢迎。还有吗？到这里很非常的高兴，谢谢。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大家法师们，各位同门，我在电视看到你们真开心呢。但是我没有在这边，没有就不开心。今天来了，真开心，谢谢。好，谢谢。我也看到你们很开心。我是莲言啊 ，sorry， 莲言法师从卡克里来的。欢迎法师。
尊敬的师尊、师母、各位上师、法师、各位同门，大家好，我是莲花佩仪，从加拿大卡尔加里来的。感恩师尊大力的加持，令到我这一次能够来到这里给师尊加持，谢谢。好，谢谢。还有吗？啊，好，我知道有很多，但是呢，没关系，大家不想站起来没关系。那让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众上师、教授、师法师同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黄财神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那么大日如来，那么佛眼佛目，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莲花童子，那么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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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um 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Om Sio Li Sio Li Maha Sio Li Sio Sio Li So Ha Om Sio Do Li Sio Do Li Sio Mo Li Sio Mo Li So Ha Om Vajna Dang He He Hum南无萨曼多摩德兰，唵嘟噜嘟噜地为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出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其手。达曼达供养，所结供养受应，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黄财神，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Dhatagata Hidama Gurunana Mienchana Kang Liliye Dayami。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左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ran 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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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an Jali。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身，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胜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善继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初佛，弥陀佛，
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只由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离婆离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离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成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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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摧者，贿赂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欲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功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哈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
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大白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21遍，持咒 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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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um首节黄财神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 ：Om Sobhava Sutta Savadham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vadham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vadhamma Sobhava Sutto Hang 观想米上的三支香，袅袅的烟，在须弥山的半山有一个月轮，月轮中有黄色种子字真字放黄光，月轮中真字旋转，化为一尊坐视的黄财神。黄财神的身子是黄色，伴家夫座，头顶黄金的宝冠，宝冠上饰满宝石，脸圆，富态略微，身子披宝石链，其右手持一宝，如柚子形。左手抱住一只兔宝鼠，在观想黄财神的右脚下垂的大拇指肿起，甚痛。此时心中念 ：Om A Hum So Ha Om A Hum So Ha Om A Hum So Ha。在招请虚空之中五佛智，观想空中五佛住于黄财神的上方，各放五道光，灌顶黄财神。此时念灌顶真言三遍：Om Hum Jin She A Om Hum Jin She A Om Hum Jin She A。 由于五佛住空中，对黄财神的灌顶，黄财神右脚的大拇指的肿痛退去，黄财神面露笑容，于是兔宝鼠的口张开，吐在米盘上，米山变金山。此时可观想一切自己所希求之物从兔宝鼠的口中吐了出来，
再来观想黄财神住在自己头顶繁穴，自身中脉心轮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种子字真凡字放光，观想黄财神在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凡穴进入自己中脉，顺着中脉一直降到心轮，坐在心轮的莲花上面，黄财神在自己心轮莲花上渐渐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一模一样，自己就是本尊，无二无别。持黄财神本尊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嗡真巴拉查楞查那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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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bana Chana Chana Yes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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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bana Chana Chana Yeso Ha作九节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ri Bemi Hom Om Panamo Lin T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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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amo Ye Soha Om Jali Juli Jun Ti Soha Om Jambala Chanang Chana Ye Soha Om Ahom Bez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om Deyata Om Beka Jaya Beka Jaya Maha Bekha Jaya Naja Samo Kadehe Soha Namo 36万亿 16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持除瘟疫度母心咒二十一遍持咒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ra Dut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一百零八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Om Amaroni Juan Tia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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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oni Juan Tia Soha
Om Amadoni Zu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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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doni Zun Diye Soha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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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回向北方天王贤富足，一切财宝降无数，现前一切皆圆满，是为佛门护法住。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弟子众等一心祈愿，多闻天王黄财神以真意的黄光偏照，护佑圣尊身轻体健力充沛，任运自在常喜乐，寿缘无量住世间，正财法财与偏财，财富资粮永不竭，敬爱善缘常围绕，佛法赐福与众生，真佛心法永流传。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敬礼五方如来，敬礼真巴拉黄财神，多闻天王，敬礼五方如来真巴拉黄财神，多闻天王，敬礼五方如来真巴拉黄财神，多闻天王，祈请五方如来皆如有缘真音，无缘真音，往生清净佛国。祈请真巴拉黄财神示于众等资粮永远不缺，真巴拉黄财神赐福众等能随心所欲请真巴拉黄财神赐予法财正财偏财再行布施，祈请多闻天王黄财神加持众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弘胸化吉，道心坚固，能安稳修行，直达佛地，
超神，天罗神、赛罗神、人离难但离生，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祈请德仁天王、真常天王、广目天王、慈国天王、四天王、守护众等，让瘟疫退散，病毒退散，让恶言不生，恶业不生，让一切善缘增长，恶缘不生。恭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西迪梅波那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娑婆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悉迪门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娑婆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悉迪门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于起手念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尼贝咪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西雅图雷藏寺释莲旺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
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巴黎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德文天王房财神真巴拉师母丹增嘎措图登师弟，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师尊晚安。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シャラネ。シャラネ。オーラアミゴ。オーラアミゴ。テキエロムチョ。テキエロムチョ。スコイ。スコイ。イジバン。イジバン。キモチイ。キモチイ。ジュン。ジュミ。ヤピ。ヤピ。ブリブリ。ブリブリ。こんばんは。今天有这个越南的这个弟子来，所以多念两句。啊，叫做甘心照，心照甘。安心照。讲几句越南话。越南话这个是从鼻音发出来的，所以那个以前常志在讲越南话就闻闻吗闻闻闻吗跟这个真巴拉我们知道这个以前讲过了，这个所谓的财啊，那么佛教有所谓的七正财啊，七正财
这七正财啊，跟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财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嗯，你们查一下那个七正财，谁能够讲出佛教的七正财？好，给他那个麦克风。信，相信的信；戒，持戒的戒；惭，惭愧的惭；愧，这是一样的，都是另外一个。然后呢，就是思，布施的思；另外一个就是慧和智，就是智慧。七个，好，所以佛法里面的所谓的财啊，不一定指 money 啊，不一定是 money 的。那个是佛法里面的七正财。啊，跟我们娑婆世界所讲的财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同。那是七正财。那么在俗世的这个财，我以前讲过的，在大地，这个地神啊，监牢地神。或者这个监牢地神，我们想着监牢地神，他是大地最有钱的，因为你知道大地啊，里面的所谓的七宝，全部出于大地。啊，现在的很多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有不动产啊，不动产很多，有土地，有房子，那个有豪宅啊，其实都是在大地，都是在大地，跟大地有关。你所有的那个啊贵重的金属啊，很贵很贵的，属于金属类的，像黄金啊，这个所有的宝石，所有的钻石，全部来自大地，七宝全部来自大地。这监牢地神当然是最有钱的。我们晓得在海里面最有钱的啊，就是龙王啊，龙王最有钱。这个龙宫宝殿呢、啊，你到了龙宫，那以前有谁去过龙宫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有去过龙宫，龙树菩萨。他也去过龙宫啊，师尊呢也去过龙宫。那龙宫是这个龙王，他是最有钱的。我们常常讲在天上最有钱的啊，就是四天王。四天王最有钱，
像多闻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持国天王，这四天王镇守西尼山的东南西北方，东西南北方啊，东西南北方每一个宫殿都是七宝所成，每一个宫殿都是七宝所成。在座各位啊，知道他们的宫殿是什么用什么东西盖的吗？有谁知道？啊，有的讲说有琉璃盖的，有的用水晶盖的，有的黄金盖的，啊，黄金、琉璃、水晶，这些都很贵的。啊，你们到过那个，我们小的还有一个白金也是很贵的。白金也是很贵，到过那个那地方叫什么？那奥地利是啊，我是讲说，哎，水晶的那个，那在哪一个国家？啊，奥地利没有错，你就讲奥地利就好了嘛。我讲奥地利，你就讲那个地名出来。单单那个墙壁多少钱呢？那个我们下去看的时候，看那个水晶墙壁啊，所有的水晶的全部在那个墙壁上面，那个水晶墙就价值多少啊？你们查一下，手机可以找得出来。总之啊，都是很贵的。那四天王本身的宫殿就是那个造的，当然还有比四天王更富有的那个宫殿呢、啊，在这个玉界天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的三十三天啊，中央刀立天，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数不清的这个珍宝，都是很贵的，那是属于玉界天本身的财，玉界天本身的财。那我们学佛呢，我觉得这个财这个事情，你说，学佛的人如果没有钱，啊，像我们讲说，我们不讲，以前在上座部规定很严的，上座部佛教分成，啊，佛。在这个离开以后，所有的僧人或者大弟子，他们属于上座部，上座部有的是属于大众部，再来属于大众部啊。佛教有部派，部派的分上座部，他可以讲完全按照释迦牟尼佛那时候的戒律在走，戒律比较严。大众部它就是比较宽，比较戒律比较宽松，比较方便众生，方便众生。
所以大众部所度的众生很多啊，上座部要守上座部的这个戒律，他们是不可以碰财的，不可以碰，也就是你所不能够碰去碰钱啊，戒律很严。但是他们有时候是用，如果我们用筷子的，就用筷子去夹，用筷子是夹，那是属于上座部的，戒律很严。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佛，大部分来讲，大众部比较多，上座部已经很少了，上座部比较少，大众部比较多。那大众部呢，他就对于这个戒律方面比较宽松，啊，度的众生也就比较多了。那佛教是有这样子的，啊，以前严的时候非常的严，在上座部非常的严格，在大众部他就比较宽松。但现代的佛教呢，你看那个越大的教团，他的钱越多。我们真佛宗的教团当然可以讲是已经脱离丐帮，但事实上啊，真讲实在话，以台湾为例子，那当然最有钱的就是最大的佛教教团，就是慈济功德会，再来是佛光山的教团，他们本身的钱财是不得了的啊，啊，是不得了，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你看佛光山所盖的这个宫殿啊，整个这个大树的佛光山，那个盖出来真的是非常的辉煌，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庄严。然后慈济功德会他的教团非常的大，非常的广，所以他们虽然盖的是灰色的，但是我到花莲到了慈济功德会看到他的这个殿堂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甚至在坛子，我看到这个慈济功德会的坛子的医院啊，他盖出来的那个医院，哇，就像城堡一样的，很大很大这样的城堡。一进到大厅，我在坛子的那个进去大厅里面一看，天哪，比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中的主庙西雅图雷藏寺。西雅图雷藏 temple 大了，我看了也百倍。我们这个厅啊，那么小，加起来每大灯加起来不过4000尺，人家的一个大厅，我看到哇。那个往前一望，他们那个壁画真的是非常的亮丽呀，啊。那是什么做的？我一看呢，啊，全部都是钱贴在上面，有钱才能够做啊。你没有钱能够盖佛光山吗？不可能，
你没有钱能够盖那么大的这个像宝贝一样的那么灰色的一大片的，哇，所以我们呢、啊、这个祖庙那几栋那房子真的是人家的草寮啊，草寮。真的是草寮，没钱不行的，所以我们赶快修这个防灾神正八啦，赶快祈求他。叫他啊，把所有的这个黄金啊，美钞 US dollar golden and diamond啊，通通赐给我们。我们还好，有一些弟子中了奖，啊，有些弟子中了奖。这个在台湾雷藏寺也有很多的弟子中了奖，在西雅图，啊，也有弟子中了奖。在台湾很多人中奖，还有我们也有中乐透奖的，第一乐透奖的，生活中的弟子中了乐透奖的，还有这个台湾雷藏寺有好几个中了奖的，以前都讲过了嘛，啊，中了奖的，啊，他们中了奖了，我叫他们也不要讲出来，因为中了奖也是很危险的。有钱也不能太露，财不能露白。我说以前我们那个在台湾雷藏寺，我常常讲那些那个那些来的那些啊所谓的贵宾呐、啊，贵宾名单，贵宾当中我有中了奖的，大家都认识的。后来他也到了西雅图，我到现在也不敢讲他，也不敢讲出来他是谁。结果他跟他的女儿跟儿子都来到西雅图，那我要讲出来说啊，我知道你中了奖，我要讲出来。他说叫我不要讲，你不能讲，因为我儿子女儿都不知道我们中奖。他们儿子女儿都不让他知道，因为如果给儿子女儿知道啊，他的儿子啊已经发手头已经很宽了，一直在发他的钱，他不让他知道，因为知道的话一定他要的更多。所以对，但是应该谁中奖才会把钱拿出来盖像佛光山或者教团跟慈济功德会教团这么大呢？嗯，不敢想，不敢想。这个四天王啊，保佑我们。老师问小明：“如何解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啊，问小明：“如何解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小明回答：“比如说。”你家漏水了，楼下的邻居就会上来。有没有道理啊？小明很聪明的，我们这里不一定有人比他聪明。
讲，亲爱的，感恩有你陪我一路走过来，这些吃苦的日子辛苦你了。老伯回答，现在吃苦没关系，等你以后有钱了，你就要，你如果敢抛弃我，你就死定了。老公回答，亲爱的，你放心吧，这辈子我不会有钱的。这有钱也有好也有不好。现在进入你问我答。马来西亚莲花丽红问的，顶礼师尊，请问放生仪轨有没有一定要在动物听到的范围做念诵？有没有一定要在动物听到的范围做念诵？哦，你在做念诵的时候，动物要听到。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放生有延长寿命、超度至净土的意义，不一定需要把动物放到大自然。弟子观察城市范围放生，动物一般是死的多，活的少，或没有适当的居住环境。弟子有一个想法，做放生可以配合当地照顾流浪动物的组织，钱可以捐给该组织让他们发挥。行者为动物做放生仪轨的念诵，弟子认为这样在各方面比较有效率。请问师尊，这个样子做符合放生吗？他的问题，关于放生仪轨，你念给动物听，动物听得懂吗？问题，听得，动物听得懂吗？所以放生仪轨不是念给动物听的，是念给自己的心听的。做仪轨念经啊，你在这里念经，念这个阿弥陀经，你是念给阿弥陀听的吗？不是啊，不是念给佛听的，是念给自己听的。你要照佛经的去实践你自己的修行，是念给自己听的。所以放生动物的时候啊，把动物或者水煮，放鱼放鸟，不是念给鸟听的，也不是空中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不是念给他们听的，是念给你心里听的，让你产生慈悲心，让你自己常养慈悲，是要自己做到的，而不是让动物听的。关于他想出来的，他说他的观察，钱可以捐给该组织让他们发挥，行者为动物做放生仪轨的念诵，弟子认为这样子比较有效率。请问师尊，这样符合放生吗？我个人认为可以，好像那个流浪狗的收养中心，你去捐款
啊捐款给他们，那、啊、好好的照顾那些动物，那也是一种放生。我认为在现代来讲是可以的。啊，你要放水煮，这个、放水煮，也就是说，这个、海里的啊的海龟呀、啊，啊放到水海水里面，淡水的龟就放在淡水，这个、咸水的龟要放在咸水，海里的放在海里，湖里的放在湖里，河流的放在河流。啊，不可以混乱，或者就变成放生，就变成放死。啊，扔它在大自然中能够适应的地方，你去放生，这个是对的。或者你捐给照顾流浪的狗的地方，捐钱给他们，也是一种放生。我认为那个也是一种放生。所以这个马来西亚莲花丽红，这个延长寿命、超度至净土的意义都是有的，但是最主要的是长养，你因为慈悲，所以你才放生，这是长养你自己的慈悲心，这放生的要义在这里哈。有时候放生啊，也不要随便乱放。现在啊，我听说有人那个放那个毒蛇啊，毒蛇他收集很多的毒蛇，然后跑到那个丛林里面去放啊。那登山客啊，很多的登山啊，早上去爬山的。都被蛇咬了，都被毒蛇咬了。虽然是慈悲哦，有时候也要有这个，要有智慧。有些是可以放生的。我现在也有很多的动物保护协会啊，动物保护协会的。你跟鲨鱼讲啊，在潜水夫在潜水的时候碰到鲨鱼，鲨鱼要吃它，你跟他讲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你不要吃我，我是保护你们的，好，早就进去了，管你什么动物保护协会的，他不懂啊。所以放生要有智慧。这个第二个，台湾莲花婉玲问的，请问一下，弘光大成就里面有教，有谈到密教七日成佛法，请问？人快往生的时候，是观想此法呢，或是想灵魂直冲上顶窍，紫光或母光成佛呢，或是第一个时间，在两三秒观想紫光或母光，没有成功的话，就是以后49天内。每天都是观想阿字勾字勾字后日的观想，这样对吗？所谓七日成佛法是这样子的，你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你的意念把自己想成后日，把自己的身体、你的肉身观想，或者你的心事观想成为一个后日，那一见一事啊，你就观想成为阿字，阿字，这个阿啊，
观想成为阿字，阿本身有一个勾啊，有一个勾是勾起来的，阿字本身有一个勾字，那你这个勾字跟你这个横字，横字是一点一个圈，啊，这一点一个圈刚好勾住那个圈圈，那是属于七日成佛法的啊观想。这整个宇宙意识，你把它观成阿字，把你自己观成横字。当你要走的时候啊，你观想阿字勾住这个横字。来一勾，你就可以往生佛国啊，往生佛国净土，可以有成就。当然这个要凭着平时的练习啊，师尊平时的练习也是这样子。那个他这样的问道，密教七日成佛法，请问人快往生的时候是观想此法呢，或是想灵魂直冲上顶窍，紫光或猛光成佛呢？这两者都可以，两者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你自己能够那个时候能够把你的地水火风的气集中在你的心轮，在你的心，所以十六世大宝王在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人要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心中最重要是有他的光明。你要保持住你心中的光明，这是十六世大宝王讲的。他是在芝加哥，美国芝加哥离开这个世间的，在芝加哥离开的。他也是躺着，然后观想心中的光明。这个光明呢？可以自己到这个顶窍，它顶窍本身是打开的，平时有练开顶法，密教都有练开顶的啊，叫破瓦法，叫开顶法，有开了顶的，直接用你身上的地水火风的气跟你身上集中的气，把这个光提到顶上，直接从顶窍出去，那个宇宙的光，你的自己的光进入宇宙的光，就像一滴水进入大海一样，这个叫紫光会母光，紫光会母光啊！你们顶窍有开顶的举手，已经开顶了，开了顶的请举手。有修破瓦法的，你开了顶啊，可以看得到吗？可以用眼睛看得到吗？看到了。你自己怎么看到？用镜子照啊。哦，好，没关系，请坐。这个顶窍一定要开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啊，顶窍是开的，小孩子 baby 刚刚出来的时候，他顶窍是开的，然后慢慢再合起来，再补起来的啊。你在修法的时候经常冲顶，他顶窍又会开的，是密教的话，密教的话，它中脉直接通到顶窍，啊，师尊的顶窍是开的，
你们可以看得到，以前看过嘛，对不对？以前给大家看过嘛，啊，看过了，现在就不用看了。这个开了顶的，你记得心中的光明，然后把气印到你的心，然后推往上推，从中脉推到这个顶窍，从顶窍出去，就一定成就。那我们记得啊，师尊在做这个中阴签术的时候啊，是说开天门，闭地窍，塞人路，阻鬼道，这四句话。一个是开天门，把你的顶窍打开，这是中阴签术法，把你的顶窍打开。然后呢，闭地窍，不要到地狱恶鬼畜生去，因为地狱恶鬼畜生从哪里出去？从你的这个密轮出去，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从你的底下肛门出去，也是地狱恶鬼畜生。从肚脐出去，从肚脐啊，就躲宅啊。我们小孩子出生的这个 baby 的这个营养输进管 ，baby 的时候是由这个脐轮这边的肚脐，这输送营养，母亲的营养是直接到小孩到 baby 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门。就把那个门也塞住，再来塞口的门，塞鼻子呼吸的门，塞眼两个眼的门，塞两个耳朵的门，全部要塞住，只剩下一个顶窍，让它开，叫开天门，闭地户，塞人道，阻鬼路，塞人道。是不要再轮到人道来轮回，阻鬼路，不要变成中阴。然后呢，还要三途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都不能去，只能够从顶窍出去啊。这个是一个方法啊，子观或母观成佛，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你把自己的子观观成后日，把宇宙的观观成阿字，这也是子观或母观，这是唯一往生的方法，往生佛国净土的方法，唯一到佛的境界、四圣界，或者是天道的方法啊。这是跟台湾莲花晚年回答的。所以你看那个这个七日成佛法跟子观或母观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只差观想的方法不一样，观想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婆讲，跟老公讲，亲爱的，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老公讲说还可以啦。老婆说，可是我的好朋友说我没有腰。老公说，他瞎了眼吗？这么粗的腰，他居然没看见。所以没有腰跟粗的腰是一样的。
个朋友，他的脚非常的臭，有一次他的脚被毒蛇给咬伤了，抢救了六个小时，毒蛇才脱离生命危险。真的，以毒攻毒啊！这个老公啊，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人可以听你讲八卦，不用担心他会讲出去。老公跟老婆之间，老婆讲八卦给老公听，老公的好处是说他不会把这个八卦再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没在听。这是笑话，这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常情的事情啊，人之常情呢。啊，今天我们讲《金刚经》了哈。我讲今天讲有一个重点在这里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他讲说，如果有人呐、啊，悉菩提讲，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典，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大部分我们讲经的人对这一句没有什么话好讲，为什么呢？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他产生了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非常清净的，他就生出实相，他就真正的懂得什么，什么叫做实相啊，实在的相。要知道这个人呢、啊，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是第一稀有功德。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很简单嘛，可以这个几句话就等于是白话一样嘛，也就不用解释了。但是你要注意哦，信心清净，即生实相。注意这四个字，信心清净。注意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很多人都认为我信佛啊，我很虔诚啊，那个就是信心清净。我是虔信，虔信，虔信就是我完全信仰佛教，那个就是虔信，或者可以讲我是纯信。什么叫纯信呢？一点怀疑都没有，那是很纯啊。像我们这个 Golden 黄金啊，有 9999， 我们就称为纯金，那是纯金啊，纯金啊，不是镀金啊，不是镀金，镀金但只是表面，真的是纯金 ,9999, 就纯金的，就是差一点点，只是差一点点，就是非常纯，
存到可以，那个是不是心信心清净了？我当然信了，我相信我的本尊药师金母、阿弥陀佛、地藏菩萨，我也很纯啊，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他，没有隐瞒了。我能不能生这样就生实相？不可能的。这里的信心啊，不是讲信仰的那个信心呢，这个清净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啊，那个才是实践啊。信心是要用实践，实践了你的信心才叫做清净，不是表面上的信仰。不是表面上的信仰，真的。所以大家以为啊，信心清净，哎，我就生实相了。不是，信心清净，这必须要你去实践。实践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个才是真正的纯，真正的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才是叫做纯。这个时候才叫做什么？穷树三际，横偏十方。佛教的用语，穷树三际，横偏十方。穷树三际，就是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成而不断。横偏十方，上方、下方、八方，无止境的宽广。这个才叫做信心清净。这个穷树三际代表什么？时间。代表时间都是清净的。代表你过去是，你是清净的。现在是也是清净的，未来是也是清净的，然后再来横偏十方，上方也是清净的，下方也是清净的，八方全部空间，横偏十方就是空间全部清净的。我也举一个例子，我常常举这个月球，月球什么人都没有，一片大地，没有生物。有没有生物到底目前科学讲起来，我是说如果把它看成完全通通没有生物，月球上连个人都没有。时间对月球来讲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坏处？没有，不影响，对不对？时间没有什么影响，空间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讲，我在月球，我是大地主，
哪一块地是我的？没有用的，那个没有什么价值感，空间没有什么价值感啊。你觉得土地有价值吗？也许将来可能有了，人只要上了去月球的话，可能在那里盖一个希尔顿大饭店。啊，在月球上盖个希尔顿大饭店，你在那边等吧，等着太空船去的话，住你的希尔顿大饭店，赚 US dollar。你在那里拿到 US dollar， 不等于是纸吗？你那个纸能用吗？在月球上能用吗？那个在地球上才有用啊。就算到了月球去，你住在希尔顿饭店，他要的是黄金，你要黄金有什么用？在月球上有用吗？也没用啊。这个才叫做信心清净呢。那大家稍微用你的脑筋想一想，你心如虚空，这个时候我在讲了，你心就像空间无边广广大，你的心中像月球一样，没有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对你来讲没有，也没有这个我，也没有众生，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个纯度叫做第一名，这个才叫做信心清净。这个时候才升起实相。很多人讲《金刚经》，绝对不会讲到这一点呐！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讲到这一点。孔子为什么要去问道于老子？孔子是圣人呐，为什么要去问老子呢？问老子，跟他讲道。给孔子讲这个道，他讲的是什么道？老子讲道给孔子听，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已经很伟大了，但是他讲道给孔子听，他讲的是什么？自虚两个字，自就是到达，虚完全净空，自虚两个字，自虚是什么？自虚才是道。这个很深了吗？自虚才是道。老子跟孔子讲，自虚才是道。你来问我什么是道，我跟你讲，自虚才是道。自虚就是实，实相的实，自虚才是实，实相的实。金刚经里面讲，信心清净，即生实相，讲的就是这个。没有人讲金刚经会讲出这个，大部分你看信心清净吗？你就是实相就出来了吗？哪那么简单？
如果那么简单呢、啊？孔子不用去问老子，自息才生实相啊，自息才是死啊。所以以后再接下去，实相就是非相，这句话懂了吗？实相就是自息，就是没有相，实相就是没有相，所以如来说明实相才叫做实相，这句话你才能够懂，否则你听不懂。为什么实相是非相，非相又是才是实相？老子已经讲了，自息就是实，一切都是没有的才是实相。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信心清净这四个字不是很容易解的，今天是只有卢师尊能够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孔子问道于老子，孔子问道于老子都知道啊，孔子去请教老子你这个道啊，但老子到底跟他讲了什么？自息即时，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非相才是实相，也就是实相就是非相，才能够接下去讲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安来跳舞，所以讲《金刚经》要讲出它最重要的那一个点出来，你讲不出来，你在讲什么《金刚经》？它是不坏的经典啊，自息怎么会坏呢？非相怎么会坏呢？但是不坏的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怎么会坏呢？要达到这种境地啊，才是佛啊。差一点都不行。今天只有卢师尊懂得这个道理，你去看人家解那个讲《金刚经》的很多啊，很多人讲《金刚经》，我不骗你，很多法师都讲《金刚经》，他没有想到啊，信心清净了。我这样一讲，你马上知道，实相就是非相，非相也就是实相，你马上可以一下子就了解了。我不这样子解释，没有人可以知道，就是表面上给他聊过去就走了，讲的那个都不是金刚经，那是有坏经，会派起也颠。是卢师尊讲的金刚经是不坏的经，它不会坏。回归现实，
让老伯的开心的方法很多 ，kiss 他会开心 ，hug 他也会开心，陪他玩耍也会开心，打扫卫生间也会开心，陪他回娘家，陪他逛街买名牌包包衣服，他都会开心。帮他洗衣服，早一点回家，甜言蜜语，时刻保持联络，给他惊喜，给他按摩，听他讲，一直听他讲话，这是给老婆开心的很多种的方法。给先生开心呢，只要一种方，只有一种方法，不要去管他。啊，不要去管老公，他就开心。阿妈的本命。非常感谢法王圣尊您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而在寺庙以线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12月12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您生活佛在彩虹门上寺主持十轮金刚护法法会，讲述金刚经，次数十轮金刚法及环境法灌顶。彩虹门上寺周日开放时间是下午1点钟，请出示疫苗接种记录的证明，公众人员会依照出示的疫苗接种证明给予辨识所还。今日寺内请大家务必要全程戴口罩，请不要摄影及拍照，请听从公众人员的指示安排进入护门殿。而在寺内划分坐席区域，从门上寺拜拜的开放时间是在护门法会结束之后，他们可以进入拜拜表演供佛与佛同乐，其余时间暂时还不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同声法喜共沐佛光。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下德雷藏寺举办每年冬季送暖活动，希望大家能发心实意赞助这个温馨并且有意义的活动。赞助款项请交给下德雷藏寺办公室收取，请注明冬季送暖活动专款专用，截止日期是到12月13日。请法王圣尊您生活的加持大悲咒所及日佛像开光。
请大家起立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于起手。我们现在恭请师尊加持大众。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的，非常感恩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同门善心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